家人们，请坐在背面吧。要不是你，我估计我这辈子不会尝试冰淇淋。真的吗？真的。哎，他现在已经大一点了。是你现在搬开的呀？不用拍，我就是想尝尝。你能嚼一嚼吗？还是直接要喝一口？底下是蓝色的，就是正常来讲，它底下是蓝色的，但现在应该已经化一点。冰淇淋它里面加了什么？没有薄荷味，薄荷是凉的，感觉。喝吗？我能感觉到嗓子凉凉的。啊！什么效果？真的，你看，我觉得是 A B C 吸在嗓子上的感觉。要等一个后劲儿、啊，是吗？对不对？真的 A B C 吸在嗓子上。你等一下，薄荷的味道，对，它没有薄荷的味道，它只是刷一下子就是凉住了。你像不像咱高三的时候就是吃的那个小糖？啊、有一点，对吧？哇，太帅了，有一点。地儿还挺小的。啊。别累，别累。是沈阳的吗？不是。锅包肉，我们要什么溜肉段是吧？溜肉段。我们要溜肉段。哎呀。肉段，然后要一个八肉条，8肉条，这是咱家招牌是吧？嗯。然后再要4个肉馅的回头，也一个。对，就够了。俩菜4回头。对对对。长得好，身材好。对。哎，怎么练的？哎，拍视频。啊，我们拿一壶水，对，可以洗洗。先吃热水。好。有醋了，不辣。嗯，好吃的，真好吃。对的，好脆啊！我爱，这么爱吃焦溜丸。啊。什么猪肉吗？牛肉吧，牛肉，清真点，清真点。对不起，牛肉段，所以牛肉段也是牛肉的。哦，嗯，也是，但长得就像那种蒜泥白肉的那种。嗯，好吃，确实好吃，那个是真的很好吃。尝尝那个那什么回头。哇，倒汁儿！我不是外卖的，没事儿，没煮的。就是肉馅。嗯，这个我靠，有汁儿啊！这个一定要趁热吃啊！啊啊啊！它怎么出来了？他们怎么分离了？嗯，这馅儿可嫩了，牛肉大葱的嘛，所以里面这个真的甜甜，酸酸的。哎呀，至少一个厨师，你说的真的很对，不客气。这溜肉段我也敢做生。老板手攥的是吧？一百三。哦，好。给一百。真的吗？哦，真的吗？真的呀。好嘞，谢，给您宣传一下，给您宣传一下啊。虽然说有这个
杯你好，欢迎光临，请问你这边。哎，就这么直接开始了。直接了哪有忘了？哎，你这大瓶啤酒。嗯。刚才我们看见了，其实还行的这家。它其实就是可以带过夜。对。青马，那儿不好去，真的，当我就是信心满满，我说九，大姐，你错了，你是不是之前叫唤？我没有叫唤，但是大姐就是那肉真不行。哎，对，这儿怎么也有广大市场呀？对，去一下吧。对，一个是他们家，然后还有一家说也不错。嗯，只有饭团了，没有紫菜包饭了。虽然说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那就买这个吧，就拿一盒这个尝尝吧。然后一会儿如果遇见紫菜包饭，还拿吗？我觉得拿不了了。您好，要两个红豆鱼饼有吗？有。然后再要四个这个核桃的。牛奶味儿，那个小的球球的那个是核桃的，是那个果味，啊，果味，是吗？没有馅儿的是吗？嗯，还是鱼饼的，不好吃吗？就是面疙瘩，是有点核桃。嗯，有些年头没跟这么坎坷的。对，我这一路简直了，找到了这里。对。牛肉的吧，好吧，那就要一份牛肉的就行了。我操！啊，行。多少？16。多久？15。全过去了。我想给你开锅牛肉给自己。哦。对，是这个。微信收款10元。一桶水烧够了吧？够了。又不上班去了。够了。接水我给你。走吧，我们。给人穿红。没事没事。嗯。完全就是看哪人多来哪。跟风，对。你好，什么口味卖的比较好呀？大众口味就是原味的。那我们就要一个原味的吧。对，小的。小的。哎，过来哈。是真的有一点后劲的玉米味，可以，我觉得就是玉米的吧。闻着就是玉米。对。你好，就拿那个最小的玉米的吧。行。嗯。这是半小时。好嘞。跟手里一样食品，我都不知道我拿的是什么。牛原味牛肉呗，牛原味牛肉。那你是不是也上？真的，我觉得可以。我都掏了。对。嗯，不错，这个鱼饼怎么样？这是鱼饼，有点辣。是白色吗？有可能。很甜。这好像那个吃小饭桌的时候的那个，太好喝的。这真还挺酸的。我觉得比那个原味还有酸。哎呀！这个呀，馅儿倒是挺好吃的，是那种绵密的红豆馅儿，但是外头的那个皮儿啊，我觉得太软了，对，就有点像他刚才那个核桃糕那种，不是那种脆皮。对，有可能。那个热生气，嗯，有点困难。是麻酱料，嗯，麻酱放了酱油和醋就少放点，酱过了吃一盘拿一盘，行，随便拍一个，
酱油，这是什么呀？鸡碎肚。哎呀，这味是这样吗？在这儿。哎呦，你的，来，对。不知道它啥时候熟了。真的很会烤肉。喝两口之后，逐渐熟悉了这个麻酱和白糖的味道之后，好吃了，就很好吃。麻酱拌它确实很好吃。好像都有点甜。再上就是我们的团建。这个的后味像不像那个玉米糖？就是有一种玉米软糖。像吗？这到底是油面还是肥？不知道，就瞎吃吧。其实可以这俩混一下。好边儿，这是油边是吗？我感觉猜测是这么油，这个感觉没有这个了。那个肥瘦吧，不是，咱点了个肥牛，一个原味牛。你再看啥我可以动了压一压压一压他家麻酱差点，他家是麻酱的问题，哥要求太高了点我下次自己飞来弄打点二八点对对打点二八下午上班需要我来尝尝吗？少摘呀，少摘。这就是常温烤的。还挺辣。啊。天。展示一下，不错，不错，微有 BHC 的神奇，对，但是我觉得会偏甜了一点点，在那个腻和，但是他家这个炸的比较软，对吧？没有那个特别脆的感觉，但味道还是不错的，点了起送一下，我觉得好，吃到了，好快乐，快来。
哦，这么多种类，这是什么呀？雪衣豆沙吗？这是芝士球，这个是年糕条，这个是鸡肉。吃块小的，想吃个小的。哇，好软！晚点来吃，真的。该说不说，我觉得比晚上的烤肉好吃。烤肉我觉得普，你也不能说不好吃，我觉得没有觉得让我对对对对特别特别好吃的对。嗯我想尝尝哇可以真不错这个芝士球有一股小布丁的味儿你别说还真是是吧好香啊真的好香，这个炸鸡的好绝，嗯、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炸鸡。嗯，绝了，真的。嗯，你这一把年纪了。亮接下来的时间是，掏出手机来看吧。12:29。你想吃？我没有吃过正宗的东北的那个。我像它是那种真的用面、冷面做的那种，那个比较少见。我那个吃过，但是就是一样，一样的，对对，有点表演费。对一个味儿一个味儿。刷卡蓝卡啊！行行行，记一张啥？这个点儿才。你们俩要吃什么来着？我是想吃泡冷面，我想吃淀粉肠。对，还有淀粉肠，不要肉，一点肉都不要。明白了，明白了。不要吃。先剪来烤冷面我会觉得很好我会有很好的那种对啊一个印儿我解冻那就红鸡吗后来又突然有精神了要淀粉多一点的那个是粉色的那个吧你那个鸡肉淀粉肠还有那个牛肉淀粉肠都有辣椒师傅我的灯挺亮啊这灯挺亮感觉还不够泥应该再泥一些有要多泥他应该再加点肉精真绝了小时候的味道但还没有我小时候记忆里的好吃没那个肉精的香味看点火候姐你是照个啥呢这能看见吗连根棍儿都看不出来淀粉吗真淀粉啊对呀、对骗你、缺点肉精对缺点那个就是那种粉红的感觉北京带来我是想尝尝那个这是啥这个吗对对不上焦就是那个硬了硬了什么芝士什么玩意儿来着我觉得还有咖啡味儿咖味儿的好还挺香。